喂，妈，在家呢。出去，你让我去哪儿？我就喜欢在家里，出去人多，车也多，不想出去。朋友那种东西我不需要，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开心。啊，好，出去，出去，出去，我出去行了吧？对不起，我是撞到你眼睛了。没事没事。要不问一下上有没有医生？真对不起。真的没事。我还担心出什么问题了。哎，你这吉他不错。帅吧？你也会弹吉他吗？这是我的位置。啊哦，不好意思，抱歉。你们都是出来干嘛的？我旅游。什么旅游？这叫旅行。你呢？哎，那你是干嘛的？我啊，流浪。流浪？那你目的地是哪？诗，还有远方。郑州吗？衣服还是动漫周边的人，说谁中啊？哎，小朋友们，你们使用 OPPO 吗？我手机没电了，能不能借我一下闪充充电器？五分钟就好。小朋友，叫谁小朋友？就是，个子还没我高呢。都15岁了，还要被人家叫小朋友？这么巧，我也是15岁。不好意思啊，小朋友们，我已经16岁了。16岁还不跟我看同一个漫画？哼，你刚才说他中二呢。我叫易烊千玺，你叫什么？我叫王源。你呢？中二病。我叫王俊凯，流浪汉。哎，你怎么在这儿？就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吗？你怎么也在这下？我打劫，你有钱吗？钱包呢？16岁了，我身上没有钱包。哎，你第一次自己出来吧？哎，王源，王俊凯好像说请我们吃饭。我干嘛请你们俩吃饭？那我来找找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吧。这附近刚好有一家很好吃的炸鸡店。是吗？我超喜欢吃炸鸡的。走啊。王源，你帮我放下歌吧，手机比较油。 OK。 哎，千玺，你手机没电了，要不要帮你充电？你帮我充了吧。花，哎，看那边。 I wanna wait and hear my dreams on the way. When I'm sending all my worries away, send me free my way. Sometimes they leave me alone, hiding on my way. When I'm sending all my worries away.喂，我们比赛跑步吧，开车最快。好啊，开车。哎呀，跑了。
接下来去哪儿啊？天都快黑了，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哎，四叶森林在这附近吧？那萤火虫应该挺有名的，之前还上了热门微博。要不我们去看一下吧？萤火虫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会发光的蜜蜂吗？萤火虫属鞘生物萤科，气中尾部能发出荧光的小型甲虫。陆栖萤火虫多栖于隐蔽性高、植被茂盛、相对湿度高的地方。水栖萤火虫对环境要求更高，水不能被污染，也不能有灯光污染。哎呀，总之就是需要植被茂盛和水源充足。不过栖息森林居然会出现萤火虫，挺奇怪的。反正网上照片挺好看的，你去看一下吧。王俊凯，你也想去吧？好吧，你们想去，那就去吧。什么就去？必须得去。走吧。走。哎，等等，隧道发生意外，交警封路了。封路了？不可能封路啊，我们刚来的时候都没有。如果要回去应该来得及，但如果要继续走就得在山上过夜了。那我们回去吧。不是你说的萤火虫就是发光的蜜蜂吗？我最讨厌做事情半途而废了。要不你们先走，我一个人也能上去。I wanna wait and hear my dreams on the way. When I'm sending all my worries away, send me free my way. Sometimes they leave me alone, hiding on my way. When I'm sending all my worries away, send me free my way.